Depot.完成命的虽然他显得是控制啊，速度也不能放慢，这个球啊有一点慢，还是要在快速的情况当中去控制。嗯，这一拍啊，从李宗伟整个现在的控球啊和步伐，也能看出他对自己的一个能力的肯定。嗯，相当自信。嗯，他相当自信。对。因为从以往的交手记录上来看呢，李宗伟呢也是优势比较明显的。嗯今年的亚锦赛呢，是等于是里约奥运会之前啊最后一站的积分赛了啊，因为里约奥运会的积分周期呢，就是从2015年的5月5号啊到2016年的5月4号啊，这是里约奥运会羽毛球项目的一个积分周期啊。所以在基本上在亚锦赛结束之后，那么整个羽毛球项目啊奥运会的这个名单就基本产生了啊。虽然说王振民就是因为只有成龙和林丹只能去两位，而王振民对于他来说他一定要参加汤杯。嗯，刚才我们提到过，就李宗伟呢，他的防守能力确实是非常好的，就全面。对于李宗伟来说，这种超一流的选手，他已经没有缺点了。嗯，只是说在关键分的时候，比如说碰到他以往打不过的林丹，嗯，他的内心在心理上面会不会产生变化？嗯。双方都在打控制，李宗伟啊，他不加速也是觉得他对于这场球他很自信。嗯，控得特别的稳。如果说他在控制的当中他都不需要去杀球就可以得分，他就会一直坚持这个打法。因为王振民对于他速度，如王振民，因为王振民本来打法就相对会被动一些，他不是主动加速的，所以说对于李宗伟来说他就慢慢打。嗯，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啊，征明呢他技术比较全面比较细腻啊，但是他的弱点在于他后场突击的这一拍啊，嗯，还是比较就是欠缺一些力量和速度啊，所以就是李宗伟也很清楚，就是你打我他也不怕。而最近王征明一直在输球，对于他自己在赛场上面能不能坚信自己可以赢，这个概念很重要。大地勾对角，反拍过度，李宗伟就是控制四分球，突击，从李宗伟的移动啊和他的整个肌肉，给人的感觉是最近训练特别的扎实，没错，很有力，嗯，特别的自信，在场上站着。哇，
他的这个状态就是告诉王哲明，随便用什么战术来突破我，我还是一样能赢能控制。对，这个多拍我们看啊，李宗伟最后呢是回了一个滚网球啊，特别自信，那个都不杀了，是不是？对，一个滑板的一个吊球啊，这个球呢滚网落在王哲明的场地上。这样球也可以体现出李宗伟啊对自己的一种状态、一种表现的肯定。Play。得分很容易、啊、要有一点杀气啊，要叫一叫王哲明。哲明这个性格呢也一直是比较内敛的、嗯、啊。带停顿的放网啊，这个李宗伟也是要求的比较高啊，在这个正手放网上，你看这个球最后是他失误了。双方的一个往前的斗法、这个球宗伟避了一下脚，对，就他以为哲明反拍会扑这一拍呢、推所以他主动往后退了一下，结果没想到哲明还是放了一个短球。跳起来见内啊，这球证明他觉得灯光晃眼、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因为场上灯光是就白色的，它刚好跟球形成了一个垂直体、没看清这球呢应该是掉在了光影里面。李宗伟打到现在为止都还没加速、他整个就是身体的力量感非常足啊，练得好能看得出来。对，王哲明显得在场上还是身体没有力。对，哲明呢是90年2月6号出生的，应该说年纪上呢比李宗伟呢要小八岁的，但是在体能上现在来看好像就看不出有什么，对，看不出有什么优势。看李宗伟这个脚下的步伐就显得弹力十足啊。好球。这球李宗伟也是打得有点拖大，自己比分领先，自己想的是我慢慢来。那王哲明这段时间呢抓分抓的还是不错的，他一直保持着，所以李宗伟也不能太慢。投一个后场，加速了，加速了。还是实力啊，确实有差。对手提速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上？你有没有这个速度？如果你没有，那你就被动挨打了。对，就等于说很难赢了。你能赢的情况是前提要跟，就是速度能不能形成一致。
森伟把球挑起来，证明后场跃起杀球。啊，什么 ？1915。徐汉泽也觉得，他也没说话，就也面部表情也觉得很吃力啊，这样球。嗯。还是示范球的调动。Service over, 20, game point, 16. 李宗伟的局点。转球这个球啊，反拍想勾一个对角啊，这样21-16啊，李宗伟呢是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啊，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Ready? Second game. Love all. Play. 好的，我们再来看双方第二局的交锋。第一局呢是李宗伟呢21-16先胜。伟杰给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双方第一局的这个技战术吧。就第一局，王振民和李宗伟其实战术上没有形成一个对抗。嗯。李宗伟呢全场就是打他自己的。嗯。想怎么发挥呢他就怎么发挥，只是在最后的几分他加了一点数，进行了一个抢攻。王振民在场上还是显得速度上如果起不来，
不能跟李宗伟在变速的时候形成一种对抗性，马泽民就很吃力，这样球就赢不了。嗯，我们看第二局啊，在这一分球上啊，证明还是有提速啊，加快了自己的速度。对。但是呢，就是说这种提速呢，有时候需要你是拿体能做保障。然后看完这，因为王振民的打法，他就不是说始终可以变速打，他打一个需要缓一下，不像李宗伟。李宗伟现在在场上，你会感觉他很有力量，嗯，精气神很足，这个球李宗伟头顶区突击直线的时候，这个球应该是出了边线啊。再看一下，挡圆网，对方一推，李宗伟在头顶区，突击直线。对，王振民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去顶。中路还是快，太明显了，还是快。对，你看他都是在抢到了这个前半场的高点，他都不打推扑，对，他就是控制里放一个，对。还是说他的实力确实是在王振民之上。自己这种。跟高手打就不能有这种失误。我们说了，在亚锦赛结束之后啊，马上呢就是汤尤杯的比赛。汤尤杯呢是5月15号到5月22号，在这个昆山来举行。因为陈龙和林丹这个汤杯的1、2号单打，这个肯定是已经板上钉钉的事了。第三单，王振民和田厚威。对，那么就看谁上。对。因为对于第三单打来说，如果说我们打到韩国的话，他们有个李玄一。在釜山亚运会上，对不起，在仁川亚运会上啊，我们在男团的时候呢，输给了韩国。其实我们就是输在三单上。对。第三单打太关键了，三单用的是高欢啊，但是呢还是跟李玄一呢有一定的差距，差距很大。对，就是三单的比赛呢，我们看到就是平时可能这枚棋子你始终是用不到，因为一般出去不是成龙拿冠军就是林丹，还有个李宗伟，这三个人始终交替的在拿冠军，其余的经常出去几轮就被淘汰。对，但是呢我们说了，在团体赛里面，尤其是打到一些就是非常艰苦的啊，这种实力相当均衡的团体赛的时候，三单的这个重要性就能够凸显出来了啊。你前面可能都用不到这枚棋子，而且打第三打单打必须是进攻型的选手。如果说打控制的防不住的，因为那种压力，不是说你能控制住你内心的这种担心，对，有时候一紧张的时候呢，你这个控球方面呢，手感是有一些偏差的，只有杀球才是最大的保障。我们看这个节奏基本上都是在李宗伟的掌握之中啊，他想快就快，他想慢就慢，想怎么打怎么打，很轻松，速度上不在一个频道。球内，这后底线的判断赢，这是第三个。就这种球，一个是看判断啊，另外一个也要看你的体能。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时候证明，我觉得在体能上可能也是有点小的几点。他比李宗伟年轻，他年轻8岁呢。那宗伟是82年的，证明是90年2月16号。9 3没有办法。
quick. Thank you. We don't.球是李宗伟自己属于自娱自乐了一下，各种做动作，嗯，因为比分领先很多，嗯，因为他也习惯性的就大比分领先的时候就是耍一耍动作，然后带给现场的观众的一个气氛，嗯，娱乐一下观众啊，就是也很有娱乐精神，没错。Got one, 20 seconds. Got one, 20 seconds. Eleven, four. Play. Between 李宗伟呢？他中国大师赛他是没有参加的啊，在之前。本来西亚公开赛他取得冠军之后，新加坡也没打，也没参加。他就我觉得在这两站比赛呢，因为一站一站离得特别紧，嗯，他没参加也是为了对自己的一个调整，然后进行一个训练，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恢复治疗，嗯，所以他把状态调整到最好的时候来打亚锦赛。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体能方面应该说，李宗伟保持的还是非常好的，就在场上可以看到他的精气神特别足，对，有力，嗯，这王哲明就显得没有太好的精神状态。13 4李宗伟现在也是做各种假动作。这个球出了底线啊！大地，叶成万指导啊！叶成万指导呢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获得了男子单打的银牌啊。当年是印尼是阿尔比叶成万啊，输给了吉星鹏。7-7, 14. Six. Now, 李宗伟呢？他是今年如果是参加里约奥运会的话啊，没有太大问题的话，这个是铁定能够成型的啊。那他将是他的第四个奥运之旅。和林丹一样，对。
他是从雅典奥运会开始参赛的啊，当时在雅典呢，他是16进8的时候输给了陈红。然后呢，是接下来北京和伦敦都是负于林丹。对啊，所以李宗伟自己也说，在今年的里约奥运会上，他一定要去拿这个冠军，因为他也自己也就是也跟媒体说过，说打完这一届奥运会之后，他有可能就退役了。也是为了圆自己的这个奥运金牌梦啊。12年的时候，其实他很有机会。在伦敦啊，当然决赛还是败在了林丹的拍下啊。Play。Service over 8-15。就挑起来，出界了。Service over 16-8。确实感觉到，就是李宗伟在场上呢，显得非常的自如，就基本上，王征明限制不住他，没有办法，这个节奏呢都在李宗伟的掌控之中啊，他想快呢就能快，想慢呢也能够把节奏放下来啊，通过自己的控球来调动王征明啊，然后呢看准机会就突击。刚才是一个头顶区滑板的一个吊球啊，但是出了边线好像。10-16，其实也是抓到了啊，自己也放松了，整个精力吧也不是很集中。李宗伟啊，就节奏放慢，打打四方球拉掉，王正明自己失误。这样球可以说没有形成对抗，实力还是很悬殊，弦折了。证明刚才这个球拍的弦断了。宗伟反拍过度，对方场地的一个羽毛球飞过来了啊！在四号场地即将进行的这裁判，对，早一点。这正常来说，应该球掉了场地，应该暂停的。终止这个比赛。裁判好像说这球没有飞进线里面。然后李宗伟把这球放了。裁判怕王征明得分。但是这个球飞进来，他说，球飞进来了，人没进来是没有问题的。每个裁判的这个标准不一样，不一样。其实正常来说，进来了就是暂停。对，李宗伟也好像叫主裁。主裁现在也在前往到这个场地。
这个球感觉好像球飞进来的时候确实应该是对李宗伟是有影响的啊，对，因为他会分神。嗯，对这一名主力下选手费尔纳尔迪苏卡特约裁判员阿姆杜巴这个得把裁判长叫来啊，主裁判是来自斯里兰卡啊。现在进行现场的培训。Outside the corner, that's why I... How... Okay. 我们看主裁判还在跟这个裁判长在这个交涉，嗯，在商讨这个问题啊，商讨这个问题，比赛呢因此而暂停了一段时间。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将会是林丹的比赛。Sorry， 应该是判重发。嗯。李宗伟对王征明的比赛结束之后，将会是林丹啊对阵穆斯托法的比赛。然后是男双啊，柴标宏伟对阵日本的好手啊，加村健士、原田启悟。接下来呢是女单啊，王一涵对阵这个郑清义。18-10，18-10。怎么是李宗伟得分呢？把裁判弄错了。现在应该是17-10，重发，17-10，这一分要重打。王哲明杀，上网抢到往前放球，哇，投进去突击直线，快，嗯，对。球放网放得不错，这球很争气。这球就李宗伟自己玩过了。这球应该说证明还是抓得比较紧的啊，这一分是不能给的啊。对，这个高难度的救球，嗯，你看他整个蹬地这一下啊，非常有力量啊，而且你可以看到现在李宗伟整个身体的状态是非常好的，皮质很薄啊，这个力量应该是经常会做这种力量练习的啊。带停顿的放网，把球挑起来。啊，证明这个球，这种简单失误就不应该了啊。正手搓球失误啊，这样的话呢，李宗伟拿到了赛点。还是这场球李宗伟啊打得很轻松，我觉得对于他的体能来说，就用了40%。Left。
拖一个后场。但郑明这个身高还是有啊，因为郑明1.83米的一个身高啊，拖后场呢这个要冒点风险。这拍太轻松，一个吊对角就取得了整场比赛的胜利。嗯，这样李宗伟呢是丢了两局啊，战胜了王征明，顺利的晋级到了下一轮的赛事当中啊。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呢是林丹的比赛，我们稍后见。21-14, thank you.